ChatGPT 的，来把你的 Word 打开一下。你的那个 Edge 旁边有Bing的那个侧栏了吗？有，我有。好，打开一下。随便一个 Word。就是 Introduction 的。对。对，不是下面 list 的很多一二三四吗？一二三。就是你 Taylor Review 那边不是写了一二？哦，对对对，一二。对，这里，你刚有改过是吗？那照片这是怎么 review 的？这个吗？对，就是也是丢去，就是把这篇给 ChatGPT 去。看，就是帮我做个重整这样子。还是我这边的文本，看你有这边 paper 吗？用 app 打开一下。好。对，然后我贴的那一个。再一次，对啊，为什么我的可以，不行？没，还是我让他去查这篇。不是，我是直接用那个视窗，嗯，可以开的，然后就要 review， 它就会针对这个来 review 啦。因为我们 review 通常不需要非常的完整啊，只要截入重点啊。嗯。那所以你看这样 review 有没有比你刚刚那样写还要好？好。然后通常我们把它接过去之后，就会照你刚刚写的那样的格式啊，进谁的 study。嗯。然后把后面这个主要的发现把它贴过去。然后你看有没有一些需要删掉？等一下，罗宾，你有这个测栏的吗？你有没有申请通过定的？没有。那等一下要什么？不然你有确的 PDF 吗？一天可以用三个。你那你 paper review 是怎么 review 的？招选，你看这样有没有比较简短，而且又把主要的结果都列出来了嘛？嗯，对。好，那你比较一下，跟你刚刚用另外的方法做的。对，就是比较，它会少蛮多的，然后会就抓重点再讲这样。因为我之前做法是我整篇丢上去，我请他大概这整篇，对，所以就是比较。杂一点点。对，那你通常贴上去就像你刚刚那嘛，在谁的 study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边然后就把刚刚你那个 review 的贴上来。好，那我这边再修正一下好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准备一个科技的论文，就在准备哪一些资料适合喂给 AI 去分析，然后把它写上来。这件工作以前我是用人在做的，或者是你们跟我一起写 paper。是不是都是你们人工在做的，然后最后再汇整？但是其实我们用的逻辑，现在这个ChatGPT 相关的产品就一样用一样的逻辑把它整理出来、啊。
变成省了很多时间。对，所以这里面的内容，如果你之前用的比较多的，你就用我刚刚的方式，好，用一下，好。那你找选有 EndNote 来管理文件吗？我是丢到一个资料夹，就是把 paper 丢进去，然后用 EndNote 去开这个资料夹这样子。像我刚刚我的习惯就是你 review 完之后就直接用 EndNote 把你的文件插过去啦。我是像这样，就是我就是这边资料夹，然后我直接读进来，那就会全部就是也会读到。对，那这边我们上次做 PDF 档，可以这边打开。好。对了，右键 H 就打开了嘛。H。内定 PDF 用 H 打开嘛，就是。对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分析啦。嗯。分析完贴上去完之后，你那个 EndNote 直接就可以把它的文献给拉过去了。嗯。Okay. 是这样。流程最佳化。对，昭雪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你一边用 AI 处理完贴上去，一边就把你的筛这个筛选之后把它弄上去。嗯，不然你到时候忘了，你又要花时间去找，对不对？嗯。好。对，这样是最快的啦。嗯。这个侧面栏应该以后每个人都需要吧？我现在都不用框啊，都用这个。嗯。因为这个。H 跟框完全相同啊，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汇整进来，然后以后就用 H 取代框。对，那你单独，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 ChatGPT 的影片吗？嗯。就是这段把它剪一下。好。